欺人欺语，一丝趣闻。何姐今日同各位讲一个欺行嘅背语，叫做掟横糖。咩叫掟横糖啊？掟即系走掟嘅掟，横打横嘅横，糖咧就咩咧？半糖个糖啊，即系掟横糖嘅咁读嘅吓。咁点解咧？掟横糖，掟即系走也，走唔系走掟走掟啊嘛，系嘛？横咧，原来旧时有个词叫横江，系嘛？咁啊，将个横字咧就引咗个江字。塘咧水凼嚟啫嘛，系嘛？咁啊，鱼又系内陆嘅水凼，所以用掟横塘就引去咩咧？走江湖。喂，呢、這个嘢边度嚟咁？切，佢掟横塘嘅啫嘛，咁啊，即系呢个人系走江湖嘅，诶，即系讲住啲卖药啊，喺啲郎中啊嗰啲系嘛？即系佢啲走江湖嘅，都系叫掟横塘。又有一个解法，掟横塘咁都系咁啦，掟都系走，系嘛？横系咩咧？横即系隔篱偏，系嘛？打横啊嘛，偏歪咗佢嘅。堂咧，佢就唔系用土字边嗰个堂啦，而系咩咧？而系大堂，系嘛？中山纪念堂个堂字，点解啊？原来咧屋系咁噶嘛，入边就大堂啊，系咪？咪经过条门啊嘛，门先到大堂噶嘛。系佢用掟横堂呢一个词咧，引系咩啊？走偏门系嘛，跌走啦，系嘛，横啊即系偏系嘛，堂咧就经过门先到堂啊嘛，咁就跌横堂即系话走偏门，走偏门系点解啊？睇得多香港电视都知啊，即系做埋晒嗰啲唔正经嘅嘢啊，唔系赌啊，又卖粉啊，系嘛，又去放柜里啊嗰啲，走偏门，所以跌横堂咧有解为走江湖解，又解为走偏门，即系话做埋。有边本嚟啫吓，所以粤剧传统戏语戏人，何姐今日讲住一句咁嘅名词，你听下先吓，系咁，拜拜。